徐总，那我们今天也增加一个环节，由我们 SG 的员工表演个节目，您说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可以。好，徐总演一个，徐总演一个，还有徐总，对，徐总，徐总，徐总，我。谁来表演啊？可不是你们说了算的，可要让最最爱听歌的人上台来表演节目。那接下来，请 SG 的员工拿出你们的手机，将主页的截图发送至我们的后台，看看谁的网易云音乐等级最高，我们就让谁上来表演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，请看大屏幕。经过后台工作人员的汇总，我们得出来的最后结果是徐总与这位夏小姐并列第一。看来这位夏小姐与我们徐总还真是有缘啊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运营部的这位美女夏妍女士上台，有请。下面要让我们的徐总为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？可是我不太会唱歌。不会唱歌啊？那可不行，大家能同意吗？不同意。不能。你不是会弹钢琴吗？你弹我唱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啊？你简历里边写了呀。下面请欣赏由徐总跟夏妍为大家带来的歌曲。交谈沦为平淡，望眼欲穿，等不到你的晚安，全都与我无关。这么早已习惯，我真是好羡慕夏妍啊，你总要是能这么深情地看着我唱歌，我一定会激动地晕过去。也别太羡慕了，虽然徐老大没说什么，但是整个 SG 都知道徐总是薛老大的奶酪，一动不得。